他们早上也过来先租个摩托车，因为我们今天准备骑摩托车去远一点的地方玩。现在已经发动了，没有发动，你没听声音还是已经发动了。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震惊了。慢一点，不要慌，靠左行驶，慢一点。哇塞，这个还可以吗？就时刻注意要慢一点，外加上是靠左行驶，可以了吧？稳稳的，你别把我给撞了，还稳稳的。我看你都很悬，我说。这两个人可以，你那个转向灯。转向灯关一下。你把转向灯按一下，中间那个按钮按一下。对，好了，那么你一直在右转向。我们现在啊是骑车去库斯马，大概60多公里。就这是吧？对，我们要出城，他们跟上来了吗？那就行。这个速度估摸着得要2小时，都不止哦。哎呀，这个路不会是全程这种路吧？应该也是塌方了的。这个国家修点路不容易呀。休息一会儿，看一下风景。嗯，这可以看一下风景吗？看一下风景。休不休息啊？走。他家的二楼可以。我们点了4杯茶。哎呦，这山沟沟里啊住了不少人啊。尼泊尔人口3000万呢。喝个奶茶，2块钱一杯。嗯，可以。就骑摩托可以啊，对吧？现在在国内的小电驴没白骑。我这次回去本来回去，我刚才不走。这个山高啊，我又是这种塌方过的路面呢。我跌过了，都不算。来，没事，应该是速度很慢的那种，摔了一下是吧？对，就跟得太近了，刚才差点撞到你们，你的。对啊，因为这边你不要跟太近。我退一点。来。好。行了，不着急。来，有没有受伤什么的？没。主要是又有，我看给我那个。对，没，你先拿那个水浇。对。你要下不了手，我帮你。我下得了手，下得了。对，把那个水，哦，他膝盖磕了一下，磕秃噜皮了。好。给来，创可贴。创可贴来。必经之路是吧？取经必经之路。行，没事的，这边就。你要贴哈？还要贴吗？贴啊，不贴，既然用了就贴。我靠，你们这我还有啊。对，你这个骑行技术不行，我不要。对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就让他们在前头走吧，走慢一点。就这种正常的好路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是这种烂路，这种脚踏板的车容易打滑。
这边到处都是这种梯田呢。哇，这个车这个有点难呢，这个救都不好救啊。旁边的沟里了，哇，好凉快呀！就从这里。山上本节，你这是肯定是往沟里跳吗？呵呵呵呵，这牌子也不多，还是我来导航。哎，这那看到没有？这是什么 ？This way to bungee， 看到没有 ？Bungee jump， 这是这。哎呀，这几位都想挑战一下蹦极。蹦极啊什么的，这个运动走这边好了。你看这就这感觉到了吧，可以往下跳了吧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让开让开。哇、哦、好吓人啊。嗯，现在没有人玩，要不然拍一下别人算了。就这应该是这儿，它入口应该是在这边，应该就这边了，啊，就在这边。两个小时的车程啊，我们现在到了这边的蹦极中心。有两个小伙伴，他们想体验一下蹦极，这就是蹦极中心啊。蹦极或者秋千是9000，它包含 video。如果说没有给你拍视频的话，是7500。就是没有，它这样子的。单纯的蹦极啊，我知道，就7500。如果是加那个 video， 就是9000。我就想知道它是 video 是什么意思。就你一般 friend 看。我们先派一个代表蹦一下，7500块钱。然后我们三个人呢是一人500块钱的门票，就相当于是给9000块钱这样子。他现在要签一个类似于生死状一样的。你才57、56吗？瘦了，我本来120多，到这里就对了。他要写一个重量，手续已经办好了。哎呀，这个生死状也签了，228米这么高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哎呦，我是有点恐高的人啊。所以这种项目呢我就不要考虑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高啊，这个果然恐高啊。OK， 我这个不行，我这个来不了，这个来不了。甘达基河，这是有蹦极也有秋千，这样荡过去真的是好高啊。好了，我已经是走到中间了，咱在里边就是准备蹦极。你看，天空自行车，天空咖啡啊，哇塞，哦，我真的脑壳都有点晕了，这个，哇，这个小伙要体验荡秋千，这是他的秋千，这个，哇、哦，这个绳子。哎呀，我看到我都吓尿的感觉。哇哇哇！他这个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交了钱以后呢，走过来以后，就算是你不玩，钱也不退啊，而且还不可以转让啊。哇！哇！
哇！这是比蹦极还恐怖。这个比蹦极还恐怖，绝对的，我觉得。蹦极还恐怖。哇！这看到我都腿软。这个最后再把它给拽上来。哇！这。对。要是我的话，真的我可能脸都吓白了。这个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边。好了，我们杭州小哥啊，准备从这个号称世界第二高的蹦极台子上跳下去啊。这个世界第一高的蹦极台子，大家猜一下在哪儿啊？在我们中国啊。哇、哦，真的是好吓人啊！准备啊，各就各位，三台相机。你不让他推你，你自己跳啊！哎。China. Yeah. Yeah. 哇，这个是真的。China is here. Yeah, we are neighbor. Yeah. Yeah.深呼吸。哇，这个是真的好难呢。我心理压力太大了。三，一，哎呦，我都紧张。他就叫了一声，咋着了？哇！哇！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回来了！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，绝对牛逼！牛逼，牛逼！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！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很好，很好。就是感觉一下你脸白了。不是你跳下去什么感觉？先跟我们说一下。跳下去一瞬间就是什么都看不到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啊、然后睁眼，对，睁眼的时候再看到这个，看到这个。啊，哎。然后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觉身体有什么不适的？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走走，我们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你体验到那种失重的感觉了吗？有。